刚刚成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开个方言交流。那么离开钢琴说，我们自然成立了这个灯会，把老年朋友大家召集在一起。那么就说，每一季度大家呢能够在一起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的这个活动一天，活动会在啥时候？平常呢，大家都在各自的家庭，有的呢还在工作岗位上，大多数同志呢都是从事家务，很少一些打得也好，这也是我们一起共同交流的一个机会。尝尝心吧，也就是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根据这个规矩，我们召开这么一个会。但是我也只认为，我们老年人呢，大概这只是个松散性。我们正儿八经的读书，要去咋个讲法呀？不能从工作上正儿八经的读书，再次干部啊和那些同志一起去咋个讲法也不可能。那么就是今天我们举行的这个活动，你说我们正儿八经。